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智度论》，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我们讲到第214页，第三，解释什么？悉疑而笑，因为是第三句话了，对不对？佛陀以广长舌来骗覆3000大千世界以后。然后变笑啊，还是举身微笑，所以佛陀说法是不是都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呢？都是微笑着来对大众们说。那至于为什么会举身微笑的因缘呢？毛孔微笑的因缘呢？如上所说的前面是不是都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这个怡然悉疑而笑也是一种微笑那都会有笑的因缘好，那第四呢？第四句话就是解释舌根复放光明不仅前面的身份光、毛孔光、藏光相、肠光，对不对？现在舌相这个出广长舌现舌相光。舌相也有舌相的光明，好，所以前已出舌相光明，今何以故舌根复放光明？前面已经讲到舌相放光明，现在为什么又一次，再一次的说舌根呢也复放光明呢？那么论主自答说，欲令一切得众信故啊。就是殷殷切切的希望这个能够目睹佛陀的瑞相的话呢，能够升起非常这个深重的信仰的缘故，所以再一次的说舌根复放光明而且这个舌相的色呢，如同珊瑚是红色的金光明相。金光明净啊，是非常的清净的，并且共相发起啊，故复放光所以再一次的放光并且呢，再复次四诸光明会变成千叶金色宝花也从舌相不仅出光明，还出此金出此千叶金色宝花。并且这些金色宝华还光明彻照，如日初出就像出太阳一般，光明彻照，而且是色如珊瑚，有吗？是红色的。那个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红色的？红色的这个日光遍照，好，那接下来第五呢，就解释第五句说这个。是一一光有没有它是会化成千叶宝莲宝华，这个已经就是在解释光化成千叶金色宝华，好，那何故光明当中要化作宝华呢？那论主自答说，因为佛陀想要坐在宝华上头，那。再一次的问呢，说朱床就可以坐，为什么一定要用莲花呢？那论主自己回答说，因为所谓的床是属于世间的白衣做法，也就是居士，居士是可以坐床的了。但是这个像菩萨，在世间里头还要行出世法，乃至是出是入而无碍，有没有？就如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又以莲华软净莲花呢是非常的柔软而清净，出污泥而不染，那佛陀呢欲现神力，能坐其上希望能够坐在这个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上头，还要能够让花能够不坏，又以庄严妙法作故，又把它变成是一个非常庄严的这个法座，妙法座相，
那又以珠华呢，这些花其实都很小哦，没有如此的花香劲大者啊。哦，也就是说，要人能哈、哦，佛陀要坐上去呢，那么其实是要大的莲花，哦，所以呢，要人中莲花大不过尺啊，好、哦，就必须是这个是大的莲花，哦，那但是一般的这个莲花，它大的不哈、哦、很难超过一尺的这个宽度的了，哦。并且呢，它会曼陀奇尼池及阿那达婆哈婆多达多池的莲花，哦，也就是说，除非哈、哦、在那个特殊的池当中哈、哦、有那种非常大的莲花，大如什么车盖，我们常常说大如车轮，有没有？哎，大如车轮。那天上的宝华哦，宝莲花也是富大于此。那这样这么大的莲花，是不是才能够啊、哦、来供养佛陀，来作华啊、哦，富盛于此的百千万倍啊、哦？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啊、哦，那么无非是人间的某某池上面的花特别大啊、哦，之外就是天啊、哦、天上的花也很大，但是佛陀所要做的这个宝莲华台呢，那是更殊胜过于这些了啦。哦，所以又如此华的，哦，华的如此花的华台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庄严清净，哦，香妙可坐的，哦，那这个也都是佛陀现神力坐在哦这个莲花上，而花能够不坏，又能够够大来让佛陀坐下来，哦，好，那这是第一个啊、哦，为什么要坐莲花而不坐床啊？哦，那第二个呢，因为梵天王啊、哦、在民间啊、哦、尤其在印度啊、哦、他们所信仰的就是梵天，他们认为梵天是啊、哦、这个世间最大者啊、哦、梵天王他也是坐在这个莲花上，诸佛随顺世俗的缘故，所以呢也以莲花为座啊、哦、因为在印度的普遍的百姓都会认为梵天王是最大的，他也坐莲花，那佛陀是不是也借着这样子大家的一个啊这个概念哈、啊、想法啊，佛陀也一样啊，想要以莲花为座啊。好，那在论的本文就讲到复次竭尽烧时，一切皆空啊啊，因为我们会有一劫成，一劫住，一劫什么灭啊，等到劫灭的时候呢，一切都怎样都会消失殆尽了、啊。啊、哦，福众生福德因缘力故呢，十方丰至。好、哦，那因为这个要到竭尽的时候，其实也众生的因缘的力量也逐渐减少了。哦，那十方的这个风一旦吹到这边相对相处，哦，还要能够持着大水，在大水上还有千人头，哦，二千手足。名为维纽啊，也就是他们的一种天神呐、啊，啊，这个维纽神他生在梵天啊，世界初成，因为成住坏空，生住异灭之后，是不是还复生成啊？啊，原生原灭，因为我们的执着没有放下的话，其实会再度的怎样原生，啊，所以那个维纽神他本身啊。出自于这个那个大水啊、哦，所以它是等于拥有千人头、二千人手足啊，啊，而且这个维纽神呢的脐啊、哦、肚脐当中呢，也会出现千叶的金色宝莲花，啊、哦，那这金色宝莲花也是奇光大明啊，如万日俱照，啊、哦，就像一万个太阳这么大的光明。哦，那华中也是有人结跏趺坐哦，所以此人富有无量的光明，就名曰什么梵天王。梵天王会是印度人最为崇拜的天王哈、哦。那此天王呢，心生八子啊，八子生天地人民哦，这是他们的神话了哈、哦，他们的那个信仰上面的说法
啊，说是梵天王生了八子，啊，八子来生出这些天下万民，啊，那这位梵天王呢，于诸嗔哈淫嗔已尽无余啊，啊，他没有这种淫欲的心，嗔恚的心已经都没了，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有人修行哈修禅净行，断除了淫欲，名为行什么梵道。哦，所以所谓的梵天王的梵是不是就是清净道啊？哦，清净道，而佛陀呢是转法轮，或名法轮，或名什么梵轮，梵轮哦。那是梵天王坐莲华台上，是故诸佛呢也随顺世俗的缘故，所以也就在宝华当中结跏趺坐来说六波罗蜜。啊，那因为听闻到这样子的佛法呢，那我们也会哈，佛陀也会让我们行菩萨道，行什么六波罗蜜，啊，那完这个圆满后，是不是就是能够怎样成佛？哦，所以佛陀呢，其实在世间法上有很多随顺世俗的讲法，啊，那。这个会随顺着是哈，等于当时候印度的很多文化背景啊，啊，因为佛陀呢会认为在世间的现象上，啊，不用去做太多的琢磨，因为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啊，因为佛陀化现在世间，主要还是要我们啊凡夫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死大事因缘，啊，环境如何呢？那个是次要的，因为以正报为主啊，那个都属于依报，所以佛陀经常的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随顺着世俗说，啊，因为透过世俗，大家比较容易怎样，慢慢的来接受，接受之后是不是在法上是不一样的，哦，在思想理念是不同的，哦，在外在的现象没有关系，哦，所以就如同佛陀也做了一个譬喻说。如果有一个人不小心中了毒箭，啊，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赶快拔除这个箭呢？啊，如果这个人呢说不要拔除，我先要问清楚这个箭从哪里来，啊，是哪一个人所作所为，到底有什么，啊，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要把这些都搞清楚，我才把箭拔出来，这样子不就来不及了？哎，其实都还没调查清楚，他早就中毒身死了。所以其实那个拔箭是不是才是重要的？哦，至于说啊，这些外在的现象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佛陀才会，不断的哦，就是随顺世俗故，有没有？哦，那么也以莲华为座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佛陀啊，哦，为什么要坐宝华啊，哦，坐在宝华台座上头啊，哦，也是随顺世俗啊。哦好，那第六哈，也就是第六句了哈。第六句里面哈，就提到说，在这些于哈世诸华上有没有皆有化佛啊结跏趺坐来说六波罗蜜啊。好，那这个在215页的下面有没有啊？因为这个无量化佛一时都能够说什么说法啊，所以。论主也设问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会化作无量千万亿诸佛，云何一时能说法也？哦，佛陀哦，因为他自在神通变化无碍，他也可以做很多的化佛到各世界去说法。哦，那么多的无量的哦，千万亿诸佛哦，如何能够同时说法呢？哦。那么就如同阿毗昙啊这个论点里面讲的啊，说一时无二心啊，我们其实都只能一心一用，我们很难一心二用的意思，我们一心里头没办法产生一个同一个时间没办法产生两种心啊，啊，所以呢他们也会认为说，如果化佛语时呢化主音末，化主语时呢化意音末，哦，也就是说佛陀啊化佛出去说法，当这些化佛在说法的时候，佛陀是化主
的本身呢，他就静默不语。啊，等到佛陀要说法的时候，这些化佛是不是就静默？啊，因为因为就讲到一时无二心嘛。那又云何能够一时皆说六波罗蜜呢？是不是都是同时在说啊？而不是轮着说。一般我们会想说，应该要轮着说，没办法一时说，好，那第216页，我们来看论主怎么样回答，就讲到如此说者呢，其实是外道及声闻变化法耳啊。因为外道跟声闻比较重相，比较重相的时候，就是比方两个人只能两个人来讲的只能一时无二心，那是不是就要轮着说？你说完他说了你就静默，当这边要说的话这边就要静默，因为从现象来看只能一个人说，所以另外一个是不是就要沉默不说？是因为透过现象来看是这样子的。好，那第一个呢就在变这个外道声闻的变化跟佛变化的差异。那一般来讲是不是就是属于外道在佛法当中呢，声闻法重相，菩萨法重性。菩萨呢重性空，因为他缘起性空是不是就是般若啊，六度万恨，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嘛。那其实他重法性空慧。那么声闻的话他是重相他想要出离生死，心入涅槃，是不是有出有入？而菩萨道上中论呢讲说要不生不灭，不垢不不是不垢不净了心经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如果是中论，龙树菩萨造的中论是什么？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出，是不是四对的不二啊？那这个都是从性空中到不二来说的，是不一样的好，那刮胡一说佛三昧力是不可思议，佛自语时呢那么无量化佛也可以一时皆语透过法性空慧化为因缘的时候，他都可以同时进行从因缘法来看是可以同时进行，一时皆同时皆语了，他不是像现象上来分这个分那个，因为因缘它是平等的透过缘起性空中道不二，是不是就在讲因缘的平等性啊？也因为平等性化主说，那化佛是不是也可以说？他就不需要这边说了这边要静默，这边说了这边说了这边又要静默，没有，不是的，因为透过法性空慧，透过因缘法的平等性是可以怎样一时皆语同时说这个是佛三昧力的不可思议佛陀他自己在说的时候，无量化佛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说？他是可以同时说的那第二个呢，佛化复能作化也就是说外道跟声闻呢他化后就不能再化，但是佛世尊呢他的化佛还可以再去化佛，还可以再去做复了复作化，他可以无限无量，是因为透过因缘。但是如果是现象呢，他只能化一次，他不能再化因为他透过现象会比较有限有量，而透过因缘法他是可以无限无量的第三个呢，佛身灭度复能流化也就是诸外道跟声闻呢灭后是不能流化的，但是佛世尊自身灭度之后还能够复化如佛无异他还是可以可以自在的变化，如同佛陀存在，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如同佛陀的法身佛陀的化身入灭了，但是佛陀就说他的法身是不是
还可以长存呢、啊。哦，佛陀的法身虽然不是有形有相的色身，但是佛陀的法是不是也可以留存下来啊？哦，它是可以留存下。之所以可以留存，透过因缘法才能够留存，就如同我们在生死流转轮回当中，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的流转啊？这辈子完毕，还有下辈子的再生，下辈子再生之后是不是会又灭了，灭后是不是又再生？哦，透过因缘法它是可以流化的，哦，但是如果用现象来讲就不能流化，哦，就灭后不能流化，哦。好，那第二个部分说复次阿毗昙当中说一时无二心呢、啊，哦，同一个时间是不能，就是说一心不能二用的意思了，哦，那今佛亦如是，当化语时呢，亦不有心，佛心念化，欲令化语即变，皆语，哦，也就是说，确实是一心不能二用，哦。佛陀现在的佛陀也是这样啊、哦，当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化啊、哦、化佛，他在讲的时候呢，他不见得是需要用心的，是因为化主本身有心，就会让化佛一样，同时去讲这些话语了啊、哦，所以佛心念化呢，欲令话语即变皆语啊，啊、哦、由化主来。分布哈、啊、来通彻这些化佛，啊，化主说什么，其实化佛也同时在说同样的话，去化度不同世界的众生。啊，当然这段有点，比较抽象了哈、啊，这个我们比较想象不来，没有关系。啊，那总说呢，也就是佛陀欲说般若波罗蜜呢，啊。那么何故令佛说六度呢？其实佛陀是不是主要是要说般若啊？啊，为什么要说到六度呢？啊，那论主就自答说，般若跟六度一法无异啊，啊，其实是同样的法了，啊，也就是说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嘛，啊，你说布施能不能波罗蜜？要有般若是不是才能波罗蜜啊？持戒能不能波罗蜜，也要有般若才能够波罗蜜，哦，那这个哈、哦，忍入持哈、哦，忍入精进禅定亦复如是嘛。如果没有般若，其实都没办法波罗蜜。所以呢，这六度跟般若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它的关键就在怎样，在般若才能够波罗蜜。哦，所以呢，是五波罗蜜不得般若波罗蜜的话，就不明波罗蜜，他就无法波罗蜜了。哦，就如同谈波罗蜜，哦，谈波罗蜜就是什么布施哈、啊，布施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的话，是不是就不明为布施的？哦，就无法波罗蜜啊、哦，因为没在世间啊、哦、世界的有尽法当中。啊，那获得阿罗汉辟支佛道的波涅盘，啊，若跟哈、啊、若能够跟波瑞能够共合的话，才能够叫做什么波罗蜜，乃至能够成佛。所以呢，波瑞波罗蜜跟六波罗蜜是不是一法无异啊？就是它其实是同样的波瑞法，啊，波瑞法。所以前面虽然说。啊、要讲六度六波罗蜜，其实重点是不是还是在般若、啊、因为般若、啊、有般若的这五度是不是才能够有机会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度就是什么波罗蜜嘛、啊、所以般若呢能够摄导万恨呢指的就是五度，是般若在引导这五度嘛，对不对？啊，五度能够庄严般若，啊，五度能够庄严般若，所以在第二个是不是就在讲五度来庄严般若啊？啊，因为般若波罗蜜有两种，一个呢庄严的，一个是还不庄严。啊，那就如同人啊，都喜欢着好的璎珞来庄严其身嘛。啊，但是有的人呢。这个不着的话呢，
那么就怎样，就名为什么伪庄严，哦，就因为他没有去能够用璎珞来庄严其身，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庄严是要用什么？要用波瑞来庄严啊。有的他不懂得波瑞的话呢，就叫做伪庄严了，啊。好的，那么也如同国王啊，将诸官从市民往来，啊，若无官从市民什么独身，啊，所谓的国王呢，应该要有大臣来随从，啊，才叫做王，啊，如果没有官来随从的话，他不过只是独身而已，啊，所以一方面，透过波瑞来庄严这五度。五度呢，是不是也能够庄严波瑞？啊，就像随从是不是也庄严那个国王？国王啊，出巡，那么也让这些随从哈，啊，能够这个互利互动了，啊，哈。那所以呢，这个波瑞是来摄导万恒，万恒来怎样庄严波瑞？啊，庄严波瑞。那么其实这是。一法无异的哈，是同一个法，也就在波瑞，关键在波瑞才能够怎样波罗蜜，哦，才可能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哦。那第七句啊，讲完第六句了嘛哈，因为要，在这个诸华上皆有化佛结跏趺坐啊，就为了要说六波罗蜜，啊，那众生闻者呢，那么。啊，必得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至十方，啊，甚至乃至到十方如恒河沙等的诸佛世界呢，皆亦如是啊！啊，不止在恒河沙，其实十方所有一切，啊的这个世界呢，也都是一样的了，啊，那这是第七句哈，啊，那在。分为第一哈，刮胡一呢说佛有如是大神力呢，应度尽一切众生，哦，因为佛陀的大神力是无量无边的，哦，是无数千万亿的化佛啊，哦，来助佛宣扬佛法，乃至到的十方啊，哦，来说六波罗蜜也是要度化一切，度脱一切嘛，啊，哦，应尽得度呢，不应有残。哦，不应该有剩余而度化不到的了，哦，因为它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啊，哦，应该可以度化所有一切众生，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度化尽呢？啊，哦，那么这里就回答说，其实有三种障碍，有三种障碍是佛陀度化不了的，啊，哦，第一个是什么？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呢，不能解知佛陀，啊，所说的法，所以就度化不了。啊，这里的度化是，不是一般的说啊，佛度有缘人，那，啊，三恶道是不是一样也可以得度啊？但是这里的度化哈，啊，因为它是波瑞来波罗蜜，啊，是要透过波瑞的度化，是不是更深一，啊，更高一层的度化？不是只有形式上说啊，这个没入门的把你怎样牵入门而已，而是入门之后你还要能够提升，是透过波瑞来波罗蜜的。哦，那波瑞的话呢，三恶道的众生是不是不能解知啊？哦，他没有理解的能力，没有理解的能力哦。哦，那还有人中跟天上，人。哦，佛陀最能度化的是人，佛陀所说的法也几乎都为人说法，哦，但是人当中如果太小的，或者太老的，哦，或者大病者呢，佛陀是不是也度化不了？哦，那个波瑞的思想是不是也没办法传达？哦，小小的，哦，小朋友，他波瑞是不是听不懂？太老了，已经没力气了，哦，没办法去做思考呢，也没办法。还有呢，生大病，自己的色身都够不来，那个智慧是不是更难？哦，这个就更难。所以，不是波瑞，不是
能够度化所有一切哦，哦，尤其在波瑞上，那天上呢也没办法，因为福报太大了，他也不想。哦，欲界天的福报很大，哦，那享福都来不及，所以他也几乎不会去，比较不会去思考波瑞。哦，第三呢，到了无色界无想天，哦，皆不能闻，不能知啊。哦，无色定也是很深的定哦，哦，无想天呢？那么其实无色界也是无想天，但是无想天在四禅其实已经能够无想了，啊、哦，那个有九不还天里面的啊、哦，这个有五个无想天了哈、哦，所以这些是不是也都不能闻不能知啊？因为没有身心来想，哦，没有，尤其。在第六世上面、哦、其实已经他本身、哦、在四禅八定其实都没办法、哦、所以尤其无想了、啊、无想主要是无想而不能听闻也不能知、哦、不能听闻也不能知、哦、那这些呢都是障碍都是障碍、哦好，所以呢，如果能够闻知佛说法的众生，为何不尽得到啊？哦，很多人能闻能知的话，那为什么他不能得到呢？哦，好，上面的三种障碍是他完全不能闻不能知，但是如果能闻能知，也不见得大家都得到啊。哦，为什么呢？哦，因为我们有结识跟业障。结识跟业障、哦、有人在结识，结识就是烦恼、哦、烦恼很重、哦、常为烦恼来覆心、哦、结识就是烦恼，烦恼是不是经常会覆盖我们清净的心而变得很杂染、啊哦、以是故呢不尽得到，所以我们说真的要听闻能闻能知是不是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哦也要有相当的宿世善根因缘呢，要离得了这三障，对不对？还要离得了说这个我们的结识跟业障比较薄、比较薄的缘故，才有机会听闻哦，哦，而且听闻还能够怎样？能够了解这个是更难的，哦。好，那第三个呢？哦、因为十方诸佛会遣化佛到各地去说法、哦、我等呢无三障何以不闻呢、啊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假设没有前面 这三障、哦、这三障是什么三恶道的众生跟人中天上、哦、太小太老太或者大病者还有属于无色天跟什么无想天的天人也没办法去闻知嘛哦、我们并没有这三障，为什么我们听闻不到？哦，听闻不到呢？哦，那论主也回答说：当今众生啊，生在恶世，则入什么三障？哦，其实在五浊恶世当中，就是入了三障。三障，哦，五浊恶世，哦，一方面呢，我们生在什么？佛后、哦、我们不是生在佛陀的同时代、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不善的业报业障，还有呢 世界的恶罪的业障、哦、还有呢厚重的结识障烦恼障、哦、一个是报障，还有就是业障跟什么烦恼障，也就是祸业苦、哦、虽然没有上面讲的三种障碍，却是我们自己在生死的轮回当中，是不是其实本身就有三种障碍啊？哦，祸业苦嘛，祸是这个烦恼障，哦，有业障，还有报障，苦是报障，哦，业报的障，哦，是我们生在佛后，还有呢，堕在佛后，哦，如果我们在佛后还堕落的话，那人为。人多为厚重的结识所障、哦、就也就是说那个烦恼业太重，恶业太重了，或者、哦、这个淫欲薄但是嗔恚很重，
啊，有的是称谓比较薄，却是淫欲很厚，哦，淫欲很薄，却是愚痴很厚，啊，有的愚痴比较薄，却是称谓比较厚，是不是都在贪嗔痴里头啊？也是三障，惑业苦也是三障哦，哦，现在三毒是不是也是三障啊？所以呢，如是等辗转互有厚薄啊，那这个是不是都是结识障啊？因为它都属于烦恼嘛。三个根本烦恼，哦，所以呢，也因为我们有这三毒，所以我们也会不闻不知化佛说法，也不见哈、哦，也见不到佛陀的什么诸佛的光明，何况得道啊？哦，所以我们的障碍是不是相当多啊？哎，所以我们说，哎，学佛也不能太小，也不能太老，要听闻佛法了哈、哦。太小听不懂，太老没体力，哦，又生病。哦，没有余力，哎，所以我们当我们能听法，真的要把握，不简单呢、啊，哦，不要说是什么到无想啊，或是什么，我们也没那个能力，但是当我们能想的时候，却是又被我们自己的惑业苦三障障碍，或者被我们贪嗔痴的三毒，是不是也会障碍啊？啊、哦，所以要听闻，哈、哦，要能闻能知，是不是太困难了？太珍贵，也因为困难，所以我们更要知道它的什么珍贵哦。哦，就譬如日出盲人不见嘛，哦，便为世间无有日月，日有何救啊？哦、太阳出来，但是瞎眼的人是不是见不到太阳？就以为说世间没有太阳，那是错误的。哦，我们。凡夫因为我们的惑业苦三障很严重，所以就听不懂佛法，哦，三毒太严重，又各有厚薄，是不是也是、哦、听闻不到佛法、哦、所以不是佛法、哦、不是佛的光明、哦、或者佛法的智慧就能够一定让我们能够接受，是不是要相对的相应的、哦、福报因缘智慧资粮要够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可贵，也如同雷电震地啊。但是聋人是不是不闻啊？声有何过、啊？哦，不是声音的过错，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耳聋了、啊。哦，不是太阳的过错，是我们自己就瞎掉了嘛。哦，所以佛陀是不是就像太阳一般？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够去体会到。哦，太阳的光明哦，哦，雷电也是哦，我们也经常像聋人一样哦，听闻不到嘛哈、哦，所以今十方诸佛呢，哦，常说经法，也常遣化佛到十方世界来说六婆罗蜜哦，但是如果罪业，哦，或者盲聋的缘故呢，就不闻什么法身，就听不到。佛陀所说的法、哦、虽然佛陀也到处说法，还不仅如此，还派了很多的化佛到处去、哦、所以以是故呢，就不尽闻不尽见了。虽复圣人有大慈悲心，却也不能令所有一切、哦、众生皆能够听闻，皆能够、哦、这个能够见到佛法、哦，那若罪欲灭，福将生者，是时乃得见佛闻法。能够见佛闻法呢，是我们的罪怎样逐渐要消失了，我们的福报即将要怎样升起，是不是才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我们说听闻佛法多么可贵啊！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哦，要好好的来珍惜，因为这个有关乎我们的什么累劫宿世的修行，是不是？哦，要让我们透过佛法而清楚明白，不仅是此生的事，其实是不是跟未来都有很深的关系啊？哦，所以呢，不是佛陀想度化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度化，是不是都还要有相应啊？哦，我们的福德因缘智慧资粮要够，哦，而且我们的罪要能够逐渐的减薄了，我们的福报要逐渐的升起，
哦，那么是不是才有机会哦？事实乃得见佛闻法，哦，所以要见佛闻法是不容易的，哦。好，那以上是第四个，哦，第四呢是现舌相光，有没有？第212页哈，这个四一直讲到这里来了，嗯，哦，那第五有没有？哦，第五。地六震动，啊，地啊呈现了六种的震动，啊，因为佛陀入了狮子游戏三昧，啊，那地有六震动，啊，主要就是令众生离苦的解脱，啊，好，那这里有经文啊，经文。所以这个在科判表也是哈，因为它很长，所以呢，在第五的地方，在第34页有没有？哦，在下面的第六震动，啊，第34页，有的人是第30页是吧？哦，在卷八之一呀，哦，卷八之一的表有没有哈？现舌相光是第四，第五就是地怎样？六震动，哦，好，那我们回到第217页啊，哦，的经文，哦，说尔时世尊故在狮子座，哦，入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哦，所以下面的论呢，就是啊，哦，依序的来解释经文，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要解释。啊，狮子游戏三昧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是不是就何故？啊，以然后就说此三昧，狮子游戏三昧以何啊？何以名为狮子游戏呢？啊，那就论主自答。啊，说如果佛入此狮子游戏三昧，能自在转地。另六种震动啊，哦，那么在论的本文就讲到哈，哦，所谓的狮子游戏三昧呢，就是譬如狮子哈，哦，狮子搏鹿自在乐戏乐啊，哦，也就是说，如果狮子去捕捉鹿，啊，哦，其实狮子是轻松愉快，那个鹿简直吓坏了，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它追到了？哦，就把它捕捉来了。对狮子来讲，其实它游刃有余的意思了。哦，那佛亦如是啊。如果佛陀能够入此狮子游戏三昧的话，哦，他也能够游刃有余哦，能种种的来回转此大地哦，令大地有六种震动。哦，也就是所谓的狮子游戏三昧。哦，在我们第217页的下面哈，48的注脚有没有？狮子游戏三昧就是能动大地，能安众生。哦，它是游刃有余的，能够运转这个整个的大地。哦，那去运转整个大地呢，其实是要安，哦，能安众生，要让众生能够怎样安住下来的人。哦，好，所以第218页有没有？哦，就讲说佛入此三昧，能令三恶道众生皆得什么安稳。哦，复次有狮子游戏，譬如狮子戏日啊，诸兽安稳。哦，说狮子去跟太阳光在那边，太阳在游戏的时候，哦，诸兽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一下，因为狮子很忙碌，呵呵，在戏日，啊，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嘛，在森林里头它是不是孔武有力啊，哦，所以它可以去捕捉很多小动物，当它不忙的时候，这些小动物是不是就很可怜啊，哎，就会恐惧害怕，不知道狮子什么时候来抓它们，哦，但是这个狮子能够去戏日诸兽安稳，是不是可以休息一阵子啊？
哎，免得被抓动啊。所以佛陀也是这样哦，入世三昧的时候啊，入世三昧又等于佛陀入定了，他是可以去震动三千大千世界，能令三恶道的众生一时得喜，我们皆得安稳啊，让三恶道的众生啊，那么能够怎样，能够得以休息，就像狮子在戏日，这些畜生啊，这个野兽，它是不是稍得安稳啊，可以休息一下哦，是可以休息一下的哦。而且呢，佛入人狮子的狮子游戏三昧，也是佛系三昧也啊。哦，佛陀等于是入三昧去的时候，令此大地的六种震动呢，也可以让一切地狱恶道的众生皆蒙解脱而得生天上，是名为系。哦，所以这个系呢，哦，也等于是去扰动。哦，等于有点哎，可以再重新排列组合哦，有善的，哦，有点善根因缘的，能够怎样，能够把它怎样，把它这个解救出来，哦，那因为大地六种震动嘛，哦，这个在因缘法上等于是又做了一些重新的排列组合一般，哦，是透过细三昧，也等于是入定去。入定的那个力量反而大，我们在散乱的时候力量是有限的了，反而入定心力强，其实它力量反而大。我们往往体力强也是有限的哦，不如心力的强。所以佛陀入哦这个系三昧哦，佛系三昧的时候是入定的状态，他的力量强到能够让大地六种震动，哦，所以这些一切地狱道的哈，地狱恶道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而升天上，是名为系哈。当然这有一点抽象哈，这个我们比较很难以想象了哈。总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是超乎我们凡夫的那个哈想象哈。那佛陀何故会入狮子游戏三昧呢？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欲动三千大千世界来出三恶道众生，着啊，把它安放在什么二道中故，等于去扰动，有点像因缘的排列组合，让有一些因缘哈，这个虽然在三恶道的众生，让他的善因缘比较能够怎样相应，让他处理。哦，出三恶道的众生，这个着就是把它安放在什么二善道当中，也可以说是三善道了哈。二善道是人道跟天道，如果是三善道是加了什么阿修罗道，哦，阿修罗道，出三道的众生，让它安放在善道当中的意思。哦，还有呢，欲令啊一复次。以上的三种变化来讲的话，都出自佛身。人或信心不深啊，那么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哈，或者这个相这个起信了哈。但是呢，佛陀惊动大地啊，主要就是想要让众生知道佛的神力无量啊，也令外物皆动，信尽心喜啊，让他们。这个未生的善根得以生，啊，这个已生的善根得以增长，啊，乃至他未生的恶要让他不生，已生的恶要让他调伏，啊，有点加速，哎，透过神力去再让这些善恶因缘再重新做一些排列组合，让他们的善因缘变多。哦，其实也不是变多，而是让一些善因缘能够苏醒过来，让这些善因缘能够原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得可以脱离外道，哦，恶道了，哦，所以呢，信尽心喜啊，因为令外物皆动，哦，是因为因缘动，所以外物动，那因缘上面呢，无非是善恶嘛，要让善的因缘能够怎样，能够苏醒过来，哦，那么
能够升起啊清净的信心而欢喜的心，那是善心。一旦善心升起，善因缘成熟，是不是就自然能够离苦得乐？哦，所以呢，这个哦，狮子游戏三昧，主要是不是就是要让三恶道的众生皆得安稳，离苦得乐的意思？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哈、哦、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哦，就先讲到这里啊、哦，那我们下个月再继续。阿弥陀佛。